开加速器啊，这把。杰克，我中1000红包还没有兑奖。好，我打完这把给你看一下。完了，我上当了。上当了。啊，中单剑圣啊。剑圣没闪啊。人马没急跑，来喽，这波可以抓，正好刚升完4级，平 A QW 平 A， 孤立无援，孤立无援，拉开，先刷野吧，先来组野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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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马不买女神类，直接裸冷却鞋呢？裸冷却鞋的人马，哎，这剑圣 W 太恶心了 ，CD 太短了。再来个 F6 回家了，被偷了，回家吧，直接毙了，回家出门往下走，巨石短臂长剑，针眼先不买了吧，省点钱吧，稍微节省一点，能省点是点。哎，忘买烟了，兄弟们，忘买烟了。这个逼把我石头人偷了，他这不打小龙了，这两人是不是打小龙去了？
没事，我死了无所谓，多打点伤害，给我杀他，杀他，抢个小龙，这波大活全胜，血赚了。可以，这波很赚，我本身命也不值钱，贱命一条。嗯，抢个龙换个人马，但是这把 MVP 可能不是我的了。完了，开始卡了，我得开个加速器啊。我加上希望开了，这个难道能帮我搞下人马吗？这人马必须得整他一下啊！哎，好卡！一会儿死了重上一下，这波升六了，升了咱把先锋打了吧，这个中单剑圣已经炸了，然后现在狗头应该也有优势的，直接打先锋吧，卡士也进来啊，回家。哎，这波可惜了，没死。我寻思死了我就回家了，怎么没死啊？再来只野怪回家星石吧。我贼卡，我刚才打人马就是我想 A 我都 A 不出来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，嘎嘎卡。这剑圣怎么这么弱呀，让南岛给单杀这么多次。我想把先锋放了行吗？这难道不说话我当他默认了啊。这塔没拆掉，差一下。哎，不是吧，好，我重上一下，我把加速器开一下，这在北方的话，特别在东北打艾欧尼亚必须得开加速器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卡，非常卡。OK， 开加速器以后吧，它会稳定一点，就不卡了。ping 会很高，四十多，但是不卡。再把设置重新调一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OK。这辅助风女不太好杀呀，得看他能不能开出来技能。他秒放 Q 的话杀不掉的，算了吧。他们反应都挺快的，开扫描抓到我了，我必须上了。回家把那个暗影扩建做一下吧，这把还哎，这把好像可以买巨蛇呀，他家护盾很多，风女、铁男都有盾啊，这把做巨蛇吧，做不假鞋巨蛇。那铁男咱们可以和他 solo 一下，虽然等级差的比较多，可以，这边打了一套伤害，狗头应该打得过的。回家买，哎，算了，不买巨蛇了吧，这把做暗影扩建吧，先来个排眼刀吧。然后把先锋收一下。哎，这个女警可以杀，就没视野风女可能会来助演的。回家买装备吧，先补给一下。他血量太低了，人马能秒我。先把暗影扩建做了，再来个巨石短臂，再来冷却鞋吧。阿超怎么不说话？我好像没开麦呀，我断麦了。Hello。哈喽几个，啊，本来今天想挑战一千杀的，后来一想算了，身体扛不住。哈喽哈喽，能听到吗？能听到吗？啊，现在 OK 了。好。哎呦，那天一千杀打到几点？那天不是一千杀，后来加到1600杀，打到8:30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对面人太多了。
可以撤了，进化一下。这边这个剑圣好像是找代练上来的，这剑圣打的有点问题啊，给我杀铁男吧。直接放先锋了，你说这个剑圣是不是找单练上来的？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我看了他有一些微操细节的。他有个啥微操啊？他我没看出来啊。OK， 这把可能是我 MVP 啊。